间到啦，系大家好，今日要睇TYS 嘅不如737-787 系，大家好，飞杯拉嘟嘟拉出到时间，系又系飞机到时啊，巴士埋巴士门仔，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绍可能冇啊，就系呢个。TYS 嘅一個版本，北海道國際低飛來陸737-787，啊，如果係全日空話點機唔話啦，點知俾咗北海道一本機身，佢聽聞咧全日空唔全日空已經嗰句話唔止一本機，啊，聽聞用咩機取代，好似係。737 Max 喎，係啊，佢問訂咗啦，佢好似瑞生啊，美國嗰邊冇咁快整啦。依架機咧同全香港嘅737-787咧仲飛緊，我已經舉報咗咧，佢冇咁快整嘅 Max 機啊，啱啱話有兩種 Max 機空難啊嘛，停咗，全日空同呢個呢間子母公司嘅北海道頂。想退啦，不過後屘話唔退完，佢冇咁嘅機種啊，係啊，聽聞就係咁樣講啊，暫時用緊翻全日空嘅本身嘅737-787版，我冇連嗰個通告嗰個標誌啊，佢諗擺係 JA01AM 啊，好似全日空嘅金版同藍色版。我之前有一隻藍色版，唔見咗 ，double 嗰陣唔見咗嗰只，佢係全日空嘅嗰只，藍色嘅，係啊冇錯，初頭係藍色，有一架咧就係金色嘅，好似一幾打後啦，依架叫做咗住160幾人嘅民航機，佢啊全日空咧飛東南亞啫，啊淨係飛東南亞。在香港飛過，後尾冇飛一隻機種啦。後尾改咗個737-788，而家唔派。聽聞咧又換咗機種，近排好似係諗住退，佢啊787都未整，777啊啱啱鋪咗雙上話，咦真係要退啊！真係退，又係。又係唔夠機，777 S 都未整，唔夠部咧，787都維飛緊啦。空中巴士嗰兩隻320、321嗰啲咧，佢唔想喐，有啲一半喐咗飛國際航班，一半咧飛國內航班。嗱，有啲據報全日空咧就係派320，可能有可能機會派300飛香港，唔知。日本航空咧，曾經買個737-788落咗嚟香港，我冇見過。不過人報咗料出嚟，我冇去機場咁耐，人佢冇咗。佢用啊，唔好講講呢一隻機場先，佢用 CF56M 兩個品種，好似5-6千 mil 啦。我只得5-6千嘅人，又如果香港計啊，多數飛東南亞同埋印度、阿聯酋都去完，以色列都得，香港飛到東南亞、中東又得，但去到夏威夷同埋基巴就得，其他就唔得，因為距離實在唔得。如果 Mac 機嘅話咧，9-10M Mac 嗰啲咧，仲有我啲啲機會。如果 Mac 9-10嘅話咧，又喺度，而家香港計下，可能去到土耳其，或者去埃及嘅埃隆。如果 Mac 機喎，要9-737-9M 唔係737。一零咩嘅話咧，
香港推薦8000 mL 9000 mL，但去到咧多啲，去到土耳其、伊斯坦堡同埋埃及嘅埃隆，或者咧埃塞俄比亞嘅阿迪斯阿布巴，南非嗰啲咧就機會要加油，其實要加油嘅。係中途停啊嘛，即係佢加啲燃油幾個鐘頭就飛過，如果歐洲等地咧，所講去到土耳其、羅馬嘅意大利、米蘭有少少勉強啦。如果去莫斯科嘅話咧，都得。如果驗證嗰啲機咧，就睇你有冇好彩啦。譬如好似巴基斯坦啦、巴基斯坦啦、印度嘅啦，印度航空嘅事冇用737啦，737好似冇咗737，非經典嘅，佢新世就冇嘅，但以色列咧係有啦，以色列航空由特拉夫去到莫斯科。俄羅斯堡、開羅，成個歐洲大部分嗰啲有航線嗰啲，香港唔得，香港就係6787，737。北京咧，北京就用307啦、787啦。如果日本嘅話咧，由以色列飛日本。扁眼787-307，如果夏威夷嘅話咧，由特拉維夫去夏威夷，同以色列航機嘅話，就係787-307。如果去特拉維夫去金哥華加拿大嘅話咧，係787。如果其他航線嘅話咧，例如菲律賓，係嘛？菲律賓航空好啦，馬尼拉咩啊？飛330啦，777，350，馬尼拉去倫敦，三種機都得，330S 版啦最好，甚至乎馬尼拉去北京，全機都得啦，冇錯。甚至乎，等下先啊，整隻中國南方啊，唉，中國南方派咩機咧？多數喺香港。近排知唔知發生到底咩事咧？高鐵停咗，公布中係公布翻嘅，我喺機管咁睇咗，中國南方回歸香港航線啊！哇，等一等真係～好就係武漢、沈陽、長沙、海口、北京、建湖、哈爾濱、你問飛翻香港啊？收到消息啊，真係有冇留意？我遲啲 po 翻上去，最新一次嘅航空新聞，重回香港，我會稍後 po 翻上去。好，講完飛機嘅嘢，差唔多，拜拜。